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武丽萌萌老师。今天呢，咱们来学习 AOA 短裙的最后一节课。这节课大部分呢都是在椅子上的动作，所以它是一个小的道具。然后咱们先来看一下前面的动作，这边是一个 solo， 五六七八，对，然后马上会有一个做一个任务，然后手刷下去，慢慢的，对，然后。转过身，然后起身，这块很福瑞哈，就大家找自己的感觉就可以了。然后往回去走，对，走的时候也一定记住动作要好看。然后这个时候把身体藏在椅子的后面，然后有一个动态，对，在重音的时候去，刚开始的时候是三的时候摸凳子，然后四的时候往下，对，感觉贴着椅子，用屁股去刷它。然后马上出腿，用脚尖侧点，然后把腿甩开，对，然后到咱们的垫在咱们的椅子前面。看我穿高跟鞋的话，也是用脚尖去做，所以大家一定记住把脚尖放，对，然后头，然后下来之后转了一个圈，右手扶在凳子上，然后去晃你的胯，然后还是节奏跟前面是一样的，这个是一样的。胯去往右边打，打打打打，然后转一个头过来。对，咱们转头的时候，手呢是扶在椅子上的，有一个打，对，转过来，然后换膝盖右边，然后刷下去，然后再甩头刷起来，然后再转身，然后刷椅子坐下来。然后注意这块身体会有一点点的。对，就是不要坐在椅子的后面，坐在椅子前面，身体有一点点往后靠，抓住椅子的这个部分，然后去抖肩，然后踢腿，再下来，然后刷腿，头往下，头再甩起来，不要很快，这块的节奏是不是那么的快的。然后站起来之后，两个 pose， 第一个，然后腿伸直。对，然后双手撑在椅子上，然后跪下，然后最后摆一个美美的 pose。好，然后咱们的整支舞就结束了哈，这支舞比较短。咱们接下来呢，数着拍子来一遍：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。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。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好 ，OK， 这个就是今天咱们学习的所有的动作了，然后这支舞就结束了，下一支舞再见，拜拜。